在你家小区呢。给你带了早饭，睡醒了的话就出来吃一口。我也不着急，等睡饱了再说。我等你。我不在家了，封闭训练嘛，我现在都出省了。谁让你昨天晚上不找我？我今天一生气就决定早上走，不然还能见一面。你快点说话嘛，一会儿就有人来了，不方便打电话了。回来说一声想你了。就这样，我先回去了。别放鸽子了。是我放了人家鸽子，让他们先过去。跟你闺女问好，我先挂了。不是集训去了吗？怕你心里一直不痛快，影响比赛。我过来看你一眼，我就走。昨天跟我姐争了两次，都是在说你的事，结果你还凶我，凶得莫名其妙。看着烦，孟小冬的那小子。我跟他没有关系，你不是知道的吗？程岩当着你的面，连话都没跟我说。你提了几次？我，你不，今晚几点回去？没有具体时间，今天晚上就行。那还早。问你个问题。是谁跟我说自己特别好哄，只要买点好吃的就能哄回来？跟我想给你拿樱桃，喊你名字都不回头，脾气不小啊。我没锁门。没人会进来。两个多月没见了，要是还是不想这样，你就该考虑是不是该换个男朋友了。有车来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走了。哎，不行，要是被人看见了，那我家里不就知道了吗？再待会儿，两分钟，好吗？
别闹！发现了，你这样，你好好的。你回去路上慢点，尤其是高速。好，知道了。比赛加油。我会的。勉为其难的祝你在国土上赢我哥一回。那也要看他的本事。哥，我进去了。好好训练。好。车不错，送我一程。你没开车来吗？刚看见你们，我让司机把车开回去了。有司机还要送我车？顺便上你那坐坐。在林亦扬这位选手呢，是贺春风的关门弟子，但确实比较可惜啊，他是早早的退出了师门。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呢，终究还是师恩难忘啊。是，其实他的经历呢也挺有意思的。他在国外很多年，然后我们都觉得他不会再回来了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他还是站在了中国公开赛的赛场上。是的，据说在这次公开赛之后，他也是准备长期留在国内，希望他今后在赛场上。江阳和孟小冬的地位要不保了呀！这位又有心机又有才华，这一鞠躬拿了不少获奖费。这位就是吸金大师，一付出就狂扫奖金。人家是为了奖金呀、啊！哎，国外跟我们比赛，奖金还真的不少。球球的重心本来就在亚洲，这边才是高手如云。他要想打，也排不上号啊。今年新出的黑马，杭州成绩还不错，夺了冠军。你还记得他吗？好了，各位，今天下午开始对抗赛，还是男女一组对抗。去年的时候，我在赫尔和林亦扬打过，是我输了。他的成绩不是用嘴说来的，而是用这个。在赛场上，我们只用这个说话，对吧？深呼吸，安静，这一刻铭心静听，背后整个宇宙都在窃窃私语，纷纷为我加油，我要赢。沉住气，清醒，这一场剧终如期，身边每个眼神都是默默赞许，短短一句加油，你能行，你能行。或许我生命里每一天都在等待这一刻，像每一颗流星雨流的夜空，终于迎来了心动。看着你的目光，心甘情愿被点亮。未来的我，生命里每一天都会延续这一刻。恭喜你赢得了不容易。想你了。
夺冠了，刚比赛完。不错啊。是吗？夺冠了。我都没得到消息呢。你没看手机呢吧？一打开全是消息，你看全是。我没想到你真能拿下这一站冠军，你是最棒的，真的和做梦一样。哭傻了，让我缓缓。怎么戴上帽子了？傻了？不是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送你去比赛，顺便去一趟球房，然后办点手续。快坐下，快坐下，你别被人看见了。快点！干什么？我们这趟航班有好多同行都是去参加九球公开赛的，你今天刚赢了比赛，正刷屏呢。那被人看见了多不好，快戴上，快点儿。我认识你之前啊，一直觉得贺老的徒弟都是叔叔啊伯伯那一辈的，就连最小的江阳也比我哥大六岁，没想到有你这么个漏网之鱼。我辈分确实大，不过你不用叫叔，叫哥就可以。大尾巴狼，我怎么还没睡啊？不怎么困。今天的比赛也是给你的小葵。你居然还记得？当然记得。哎呦，我心跳有点快。感动吗？我一直被你感动。世界冠军，上就要到了，我们认识的地方。这次我要拿冠军。